温妮你好。Hello。三围是？三围是32D、24、34。哦，开始讲笑话吧。为什么？说你地皮连头级不是不是路太长了。他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O 型。O 型。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哦，好。平常在做什么？学生兼职夜店香槟女孩。哦，香槟女孩什么意思啊？香槟女孩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推荐香槟。不是，就是包厢叫香槟的话就要举过去，你们店不是也有吗？哦，是不是退休啊？对不起啊，就是包厢点你们店的香槟，你就要把香槟这样举到他的包厢里，然后有那个什么什么烟火，对对，亮亮的玉女棒啊，仙女棒，仙女棒，玉女棒。平常自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？我觉得我是啊，是因为就是我本身比较天然呆，所以我无心做的事情，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？最近有什么好笑？就是之前我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我跟他在朋友家吵架，我们就不想要待在同一个空间。嗯，然后他就跑出去在他汽车里面坐着。嗯，然后我就冲出去，我就一直敲车窗说：“你给我下来！”然后一直拉车门说：“你给我下来啊，出来啊！”然后结果对面槟榔摊女生，她就说：“小姐怎么了吗？是我的车挡到你们吗？”拉错车了。笑话，真的假的？拉不下来的，真的吗？怎么拉不下来？好，我这太死了，讲。走心了。好不好？你觉得演艺圈里面哪一个男艺人最好笑？台哥，台哥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他很自然的反应，很想当他干女儿。你是看我们那一集的？认干爹？有啊，有。你的笑声蛮豪迈的。哦好。那你跟台哥讲两句话，可以。台哥，我爱你。有一天有两个菲佣，他在一栋豪宅里面在聊天。菲佣 A 呢就说：“我每天过得好辛苦，每天都要说是呆呆，是呆呆。”然后菲佣 B 就说呢：“我才拍没有吧，我每天都要说哦，先生不要，先生不要，一呆。”讲完了，讲完了吗？第一个讲一个是恐怖的，这个第二个讲鬼故事，第三个讲的是色情的。啊，这个大家举牌了，预备举。好，四位都不举，很好。来，好，有一个好笑的，大概好笑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举错了。纯把哦，对啊，没有，真的不好笑，真的不好笑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个还好演哦，刚有一个五马分尸的感觉。我要性感，他有硬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平常有在晒太阳？晒伤了。对，你在哪里晒的？在白沙湾。哎呦，你有去白沙湾玩？跟娜娜一起。娜娜是谁呢？哦，梁云飞。哦，梁云飞。哦，梁哥。梁哥，梁哥。你这个晒，你这几天才晒的吧？嗯，前天。前天。很好看呢。很好看吗？对啊。背面有吗？背面没有哎。屁股吗？没有。来，过来。哦，他这套泳装好看呢。行走秀。太厉害了！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幽默、可爱、单纯。OK，那个想交男朋友了吗？很想。OK，我没有问题。来。